小黄现在炖着骨头，中午吃吧。这个铜骨，还有就是猪脑袋的一边骨头。拿柴来给我吧。哎呀，这个大锅比较方便一些。现在把它倒下去，煮一下水。这个猪皮上层猪拿来煮吃没煮吃？看一下，哇，这个要翻一下，这么一大锅，今天一天够了。等一下去拔一点萝卜来，还有弄点青菜来，就这样子下着火锅吃就可以了。可以把它捞出来，拿去洗。腿呀，咬麻了，干嘛的呀？哎呀，什么臭不臭啊？嗯，这水满，你关了没？我们家还有人。你们两个给我看火啊，听到没？烧两个小时就可以吃了。两个小时啊？那不是啊，现在几点了？到吃中午饭就好了呀。几点就天黑了？我都变熟了。哎呀，这还没弄完呢。我要吃两个。烧大火，我来了，来了，来。哇，好舒服啊！你干嘛呀？走了，去拔菜去。哥哥骑单车过来了。走吧。你不去啊，哥哥？好的，走吧。慢慢走。你爷爷后面种的这个大蒜也长出来了。对呀，吃小白菜也长出来了，这里也种白菜。你拔大萝卜吗？把那个大萝卜拔回去炖。炖骨头吃。对，炖骨头吃。看有没有力气啊？有没有力气拔？这是我的胡子。这是你的，加油拔。你又不让我拔，你又拔不动。哎呀，班长到。哎呀，我回去了，你还没拔好。你回去了，你就不等我？那你快叫你让我拔，你也不让我拔。一点把它拔，拿回家，弄碗胡辣椒。这太阳大了，好暖和呀。这个大萝卜插的太深了，拔了好费力啊！别啊，走吧，回去了。这是白萝卜，不是红胡萝卜。走了。对呀，走吧。炖骨头吃，走。炖骨头吃。回去了，你拿。回去洗手，好多泥巴。走吧。哇塞！进来加钱吧，烧胡辣椒了，拿火钱来。你吃什么？嗯？吃红薯？还要沾胡辣椒啊？不辣吗？做一碗胡辣椒哈，你把火钱放哪去了？现在哦，在这里。做一碗胡辣椒，等一下叫你爷爷回来吃饭了，打电话。
把这个风吹走就可以了。你帮忙完了没有？放点鸡精，再放点盐巴就可以了。之后用这个热汤烫一下，不用热汤烫的话，就是这个香菜不香。搅拌一下，已经炖趴了的这个，放这个大萝卜下去就可以吃饭了。放点萝卜下去，等一下再放点白菜。那你来烤，等一下，加多少根？叫了，见。叫，给俺先嘛，给俺弟嘛。马吉，标叫标。马吉呢？那吉呢？好。那把。马为专，今年年纪大我。小腿小不难。饿不香了呢？难闻到。要不要料的，要不要料温吧？料你捏，料你捏滚了。哎呀，你熬了吧？去拿几斤量啊？嗯。八斤了。我弟嘛。三斤来斤。